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《华尔街故事》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银行业绩超预期，股价上扬；二、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，市场关注；三、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优化，投资者赞赏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银行业绩超预期，股价上扬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财经界的奇观。 银行业绩超预期，股价上扬。首先，想象一下，银行就像是那个班上的学霸，总是在期末考试时拿出比大家都好的成绩单。当银行的业绩报告出炉，数字比分析师们预期的还要亮眼，这就像是学霸在期末考试中又拿了满分，而且还是在老师加大了难度之后。市场上的投资者们就像是那些同学们，看到学霸的成绩单后，纷纷拍手叫好。 股价随之上扬，就像是学霸的人气值随着成绩的提升而飙升。但是这背后其实有助更深层的原因。银行业绩的超预期，通常意味着他们在贷款、投资和资产管理等业务上做的比市场预期的要好。这可能是因为银行的风险管理做得好，或者是因为经济环境比预期的更为有利，使得银行的坏账减少，利息收入增加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因为银行的某些小聪明。 比如说，他们可能通过减少储备金或者利用会计手段来美化财报，这就像是学霸在考试前夜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提高成绩的小窍门，虽然不一定符合规矩，但如果莫被老师发现，那么成绩自然就水涨船高了。不过，投资者们可不是傻瓜，他们会仔细分析银行的业绩报告，试图找出其中的真金白银。如果他们认为银行的业绩好是有真实基础的，那么他们就会更加愿意投资。 股价自然就会上扬，这就像是学霸的成绩单被放到了放大镜下，只有真正的好成绩才能获得同学们的认可和尊敬。总之，银行业绩超预期，股价上扬，这是一个财经界的常见现象，背后既有助银行自身的努力，也有可能有助一些小聪明的成分。投资者们就像是在观察学霸的同学们，他们会仔细分析，试图找出真正的价值所在。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， 这不仅是一个财经故事，更是一场精彩的智力游戏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，市场关注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话题——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。想象一下，科技巨头就像那些在学校里的大个子学生，他们在操场上独占滑梯和秋千，其他小朋友只能乖乖的看住，或者玩那些不那么好玩的游戏。 在这个数位时代的操场上，科技巨头们，想想 Google、Amazon、Facebook 和 Apple，就像那些大个子学生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平台、算法和市场影响力，控制了我们获取信息、购物、社交甚至工作的方式。他们的影响力之大，以至于其他公司要想在这个操场上分一杯羹，就得要么跟这些大个子合作，要么就得玩些别的游戏。然而，就像学校里会有老师来监督学生公平玩耍一样。 政府机构也开始对这些科技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，以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。这些调查就像是给这些大个子学生的一个警告，嘿，你们得让其他小朋友也有机会玩滑梯和秋千。这些调查的市场关注度非常高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变化。比如说，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某个科技巨头确实在滥用其市场地位，那么它可能会被迫改变商业模式，甚至被拆分成几个较小的公司。 这就像是把操场上的大个子分成几个小队，让其他小朋友也有更多的机会玩耍。当然，科技巨头们并不会乖乖接受这种命运，他们会动用强大的法律团队和游说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。这场战斗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操场争夺战，每个人都想要控制最好的游乐设施。最终，这场反垄断的争斗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件好事，因为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选择。但在那之前，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多的法庭辩论、政策讨论和市场策略的变化，就像在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中，球迷们总是期待住下一个进球，市场观察者们也在期待住下一个反垄断调查的结果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这些科技巨头最终会不会被迫分享他们的玩具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优化，投资者赞赏。 好的，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。想象一下，保险公司就像一位谨慎的赌徒，他们的赌注是保险单，而他们的牌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。这些赌徒保险公司必须精通概率学，并且拥有一副能够透视未来的神奇眼镜，风险评估模型，以便在这场大赌局中保持领先。在这个游戏中，风险管理就像是赌徒的保镖。 确保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不可预见的事件而输掉裤子。优化风险管理就好比是给这位保镖一个先进的通讯器和一副 X 光眼镜，让他能够更快地识别潜在的威胁，并且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采取行动。当保险公司成功地优化了他们的风险管理策略时，这就像是在赌桌上赢得了一大笔筹码。 他们通过更精准的定价、更有效的资本分配和更灵活的策略来减少损失，同时也增加了盈利的机会。这就好比是赌徒学会了如何在扑克牌局中读懂对手的微表情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下注。投资者对于保险公司优化风险管理的赞赏，就像是观众对于赌徒在牌桌上的精彩表现报以掌声。毕竟，投资者就像是赌场的老板，他们对于赌徒、保险公司的表现非常关注。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。当保险公司表现的像是赌场中的高手时，投资者自然会对他们充满信心，并且愿意投入更多的筹码资金。最终，保险公司通过优化风险管理，不仅保护了自己的资产，也为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回报。这就像是在赌场中，赌徒和老板一起欢庆胜利，而其他的赌徒、竞争对手则在一旁羡慕的观望，希望下一次能够学到一两招。总之。 银行业绩超预期，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优化，这些都是财经界的热门话题。这些事件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各行各业的现状，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作为观察者，我们需要保持对市场动态的关注，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思考，以更好的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。 对于银行业绩超预期，我们要仔细分析银行的业绩报告，找出其中的真正价值。对于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，我们要关注调查结果对市场的影响，并期待更多的创新和竞争。对于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优化，我们要赞赏他们的努力，同时也要保持对市场风险的警觉。最后，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并提问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？你对银行业绩超预期？ 科技巨头反垄断调查和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优化有什么看法？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，分享我们的观点和经验。毕竟，智慧来自六度，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思考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